我操！好，大家好，这个还有点时间，继续来下棋，自我训练一下。好，对方走仙人指路，好，我们走，之前好像走过独底炮了吧？好，我们走另外一种，对兵局，算是稍微比较阴柔的走法。好，那独底炮比较强调针对性。好，对方走炮，什么下法呢？好，飞象是比较稳正的一个下法，好，但是反弹力的话呢，还有待更多的摸索。好，那更多的呢是挂中炮。一般来说，这边有挂中炮的，直接挂中炮。这个局看看，行，吃掉。这个下法主要就在于黑方这个拐角马有没有办法妥善的应用。现在跳起拐角马，可能他就直接起横车攻击了啊！对于这一点要小心啊！果然，这个棋很久没有下了啊，以前都是走红的。对方必要的时候可能会弃子，好看有没有机会换到多组的棋啊，比如说炮平炮的话，他冲兵可能这样子就变成一个弃子，或者先退一手炮。这么想吗？
其需要一点创意。又来，屡败屡战。这其实前几年我拿红的下过，我觉得黑的比较不好掌握哦。不过，现在的想法比较喜欢多多尝试。我感觉它棋合可能好一点。这样的话呢，黑方退马转进，好、哦、避免他吊住他，还是先咬他一手，没什么用。我感觉这个黑方的阵型比较像龟壳一样，就必须要很耐打啊、哦。当然运子上面感觉比较有难度一点啊、哦，尤其是拐角马要怎么处理是一个问题。好、哦，他刚刚如果骑合好像威胁性比较强一点。哦，那巡河的话呢，通路没有那么高，好、哦，这个车可能会被对掉。哦，对掉的话，应该黑方的压力会轻一些啊、哦。进入马化骑的话，哦，他躲开了。躲开他也不能跳嘛，思考一下。如果进他想要对兵吧，吃吃，我把他压住，吃吃吃吃。这个棋比较可能打阵地战，想对个车，好，他这边想要对三，这边有个对三兵的棋，好，看一下要怎么去牵制。好，如果退炮将来打炮的话，可能点边兵，循序渐进。这也可以考虑，好。黑方待会想要车果栏，好，那交换一手以后呢，黑方想进车压住他的马，啊，同时也遏制他的这个炮，啊，他果然卸炮了。卸炮这样下呢，双方都转成阵地战。哎，怎么了吗？转成阵地战，阵地战，红方的阵型好一些。双方在对峙，对方这个车放在这边没什么用了。我想要让这个马发挥作用，哦，那是不是可以退回来呢？
希望可以走成对峙的盘面，双方都在河口。以这个阵型来说呢，应该还可以接受，点到这个兵以后应该还可以接受，他可能将来打算退势转过来，这边马跳也还没什么路。待会再看。哦，这什么意思？哦，红方打算想要冲兵出来的。我退个四可不可以？这个是他进军吗？冲不冲不是冲，他在打光阴催人脑。需要小心感觉有点危险。赶快平炮，本来害怕狙点下来的。这样子下，那我咬他一下，是不是先动手？我吃他是用什么吃？先咬他一口怎么办？先得一个字再讲，咬他一口他怎么办？今天总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，当然我自己本身呢下棋也下得比较慢一点，是一个弱点。这棋先把他打马打了，打了以后还有指挥边，这边就先得一个，他这边在争取弃子抢先。平一手可不可以呢？问个硬手好了，看他怎么下。
退马吃足跳马打一将称是脱鞭。没算很清楚，这时间总觉得很快。这个很想打他的事，跳出去了。跟他拼了，给他打个僵，真是脱鞭，大家都赶下班了。一个是炮打四，一个是车先升下去。还有什么情？打了再讲。阁下，人数些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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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阁下。人数些吧，阁下，人数些吧，将军，阁下，人数些吧。
再想要猜一步。歪网是吗？跳起来，看起来会被连续追杀。阁下，严肃些吧。是。
这样应该打斜啊。对攻输了啊，再复一下牌。这边可以直接摆。这边得了一个值了，应该是不错的。我一个看起来炮打枪给对方机会了，这边要考虑一下。还是说我们这边呢，先打一个过门，再退嘛。他吃，再过来。他打一将，再撑四，这样子。先手抓他炮，他拖炮，这样子可能有点不一样，因为这样子他要打到这个四，这样会不会比较快呢？打过去。顶炮，顶狙，看起来三子贵宾也是蛮快的，没有什么把握，所以我们是不是干脆不要给他打象？这个给他打象可能太操之过急了。实战是退窝心嘛，他吃，如果不退窝心嘛，他吃。这个棋或许可以考虑直接打四吧，看他怎么走。他如果王吃车打一将过来，车吃四。进王，跳马跳到这边来，哎，好像蛮凶的。破马再盘出来，哦，破拉双是可能会比较好吧。而且他这个马跳出来，他跳过了，这可能可以考虑跳到这边来。看起来打四可能比较快，哦，实战给他打到象好像是不行的，走得太奔放了一点。实战退嘛，他吃我跳，他打一将，我撑四，哦，这种对攻路线想说这个刀光剑影的，好，哦，平炮，从实战来看啊，这个车马炮三子贵宾好像太快了，我这边车炮这个主要是这个马还没有到位。这个是一个问题，好，那实战是炮打四，他过来，好，然后这边
拖边好像没什么用。看起来可能应该要进狙。他如果打一枪要过来，跳嘛，那黑方他也可以跳嘛。好，那将来呢，黑方有这个退炮爬王的棋，然后呢，他如果马跳到这边来的话呢，还可以抽到他的钓鱼马，看起来这样可能比较有机会哦。他如果跳到这边来，这边有个跳挂的马叫杀。啊，这边卧草马杀，这边有个跳挂掉马吊杀，撑个四，撑个四，他狙打一将退向吃马，这棋感觉有点复杂，我觉得好像。可能当初的想法走得太乐观了，对他这个车马炮速度太快，看起来可能不行。所以其实刚刚比较稳的下法就是得了子以后呢，不要给他打象。看起来不要给他打象是比较好的。哦，这个棋黑方还有一个比较稳的，应该是退车吧。哦，这个棋可能慢慢下就好了。哦，那实战看起来是攻得太急了。哦，这个退车应该就蛮理想的。哦，那退车把车守住要点。将来真的要跳出来给他打象的话呢，他车炮还过不来。哦，实战量下可能太乐观了一点。哦，想说这个多了一个子以后跟他搞对攻，好、哦，但是这个搞对攻呢，他车马炮三子归边了，看起来速度还是比黑方还快的，哦，因为两只马，黑方两只马还没到定位，哦，所以这个棋没有必要下那么这么偏激吧，哦，所以黑方应该考虑退车，哦，这边退车，这边可以对车，哦，拉长战线，黑方多子兵卒这边的兵应该吃得到，哦，其他的兵可能吃不到，多子还是好下一些。哦，实战退马打吃，哦，看起来跳马这一手棋太急了，打一将，哦，乘四，拖爆，黑方现在这样子要打对攻，有没有更快的走法呢？哦，实战我是炮打四，他车拖过来。感觉他的车马速度太快了，他这个马蹦到这个钓鱼马这边太快了。城车看起来可能比较有道理，然后将来放钓鱼马。哦，实战拖炮的话，这个马还蹦不过去，还不能当炮架。哦，实战看起来这样子就输了。去打一枪过来。哦，跳马，两边都可以跳啊，尤其是跳这边很厉害，跳这边也蛮厉害的。然后跳这边对攻，他的马再跳过来，黑方是不是再跳过来？哎，这样子下来看起来比较有趣。哎，但是他有个炮打四，炮打四在撑四，哦，炮打四，哦，炮打四可以退吗？炮打四退马，他马掉一枪，刚好死掉也不行。炮打四，
的城市。是不是黑方比较快呢？这边有个跳马的棋，那红方退到这边来，黑方退四。还是顶着，看起来黑方还顶着，多了一个子，这个黑马的拿来防守。不过现在来看，怎么看都是觉得对攻不是很划算，好，对攻还要想那么多复杂的棋。哦，所以刚刚应该退车对车就好了。哦，跳马，黑方扑过来准备走钓鱼马，这个路线看起来比较有机会，可以比较有力量吧。啊，红方炮打是黑方这一号，哪一个变化？这边吗？摆到这边来嘛。黑方炮打是啊，哦，黑方炮打是，炮打是就赢了是不是？哎，有道理。他打一枪，他这个退象应该没用，爬王。马打一枪，他歪王。那你还不能吃他？那你，哎，没有赢啊！目前看起来没有赢啊。这样可能不行吧？这种说的炮，黑方炮打是黑方啊，那现在换黑方，黑方怎么办呢？那黑方怎么办呢？他现在有退炮跟打四这两手棋，看起来都有点厉害。退象，现在退象，你车吃象。哦，你带了炮打四还可以退炮，对不对？这个棋是什么？我自己也看得有点昏头了。但是他将来他这个王都可以往这边歪，看起来怪怪的吧？好像不是很好。这个是我觉得好像看起来这样子还顶得住吧？这个是他还不能做什么？将来退士，反正这个炮守在这边，这个马呢顶住他的挂角马，这个马守顶着他的卧槽马。好，那把这个钓鱼马跳进来，应该会比较快。那你撑个士以后，他如果要防守，他就退炮，那你再退士。好，那这边红方也没，暂时也没起啊。哦，平兵吗？平兵他这个哦，平兵马就知道往外崩了。哦，王再往我这边跑出来，好复杂。这边是不是还有个抽？将来还有个跳抽马的棋也有可能，看下得到下不到。或是退这边过来，马跳一将过来，这边还有一个炮将，我感觉黑方应该守得住，倒是只是说具体的，可能大家如果有参与一起讨论，可能感觉一下。哦，不过总体来说，这个棋黑方是没有必要这样，确实是没有必要这样下啊。刚刚还可以有，我想到了，刚刚这边就可以抢对车一手了。当时好像想过，后来忘了。这边也可以抢对车一手。哦，抢对车一手的话，就有争取到时间。不过这个炮就不一定打得到士了。哦，就看黑方红方怎么走。其实红方如果退这边的话，你再打士也可以。他这个时候吃你将将以后，这个马跳到这边来走到局了。哦，那他如果退一步的话，这个车至少守在中间呢。好像也没什么不满，其实怎么看还是炮打象不太好。OK， 嘿，给红方炮打象好像不太好。哦，只是我们现在在猜的都是炮打象之后，黑方对攻起来有没有办法比红方还要凶悍？哦，刚刚讲车炮脱边，我觉得不行了。好，那我们选城车，那车将过来，他马蜂进来，我们就往钓鱼马的地方。变化有点复杂，不过目前看起来黑方好像还守得住。哦，你跳这边大概也是最狠的吧。哦，这边要跳一个挂将马是很厉害。
哦，所以先把它盘住。打四，打四之后呢，这个四又挡住自己的王，所以四干脆也把它撑起来，将来好往这边逃跑。先退向好不好？多摇一手，好像没怎么用。好，所以先撑一手，先撑一手四。他的马将往外面跑了，应该也杀不动了。马将过来吃象。哦，侧面虎什么好像也还没那么厉害，感觉还顶得住啊、哦。或者是你如果马将，哦，马将他可以电炮，刚刚讲过了，哦，马将可以电炮，哦，所以这样应该红方守的黑方守得住吧？这顶住了卧槽马跟挂角马，下一手还跟下一手。看着他怎么下，先来退炮，再马将，再炮将，再往后退，这样子防御能力应该有变强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哦。所以以整个实战效果来看呢，总体来说就是黑方有点莫名其妙的得子的、哦、本来是有点苦的棋、哦、但是红方走的前面有几手也走的不是很到位。那黑方呢，在红方在进攻的时候呢，黑方反而先吃了一个子。哦，本来开局我觉得黑方还是有点亏的啊、哦、现在这样子的时候，下将的话，黑方选择退炮，然后点兵，然后黑方再进车，引炮，推向住。他这个双炮叠的这边攻击这条线，我觉得蛮厉害的。当时好像没有想出一些很好的方法。哦，他的这个棋，所以实战退势呢，我比较害怕他进车的话，这个。炮要攻击马，这个炮又要这个马又保护这个炮，好，那如果撑个四，他就造冲吧。我还想不出，一时之间还想不出来有什么很厉害的招式。这样的话，他这个至少他这个兵应该会过来，好，所以我觉得他这样下，我觉得威胁性很大。哦，他没有抓，他这个跳马呢没有什么针对性，这个炮甩过来以后反而加强了这边啊、哦、同时这边也施压。哦，下这边我感觉还蛮舒服的。哦，那下这边他点兵，我讲说这边不是折纸的吗？哦，这边就先动手了。还是有没有比较稳健的。在吃它吗？好像没什么必要哈。哎，但是它好像也不错。但是它走什么？但是它好像还不坏。它如果炮打的话呢，将来这个卒还有一个往这边靠得起，待会来吃炮啊、吃马啊什么的，棋很多，所以单吃可能就可以啊、哦。实战呢得子，但是有点失先哈、哦，他过了一个兵，好、哦、过了这个兵呢，哦他来吃，哦退平车，他退四，好、哦、这个棋下文你还是对车吧，啊、哦、黑方可能我想可能也有点，对想下的。短平快一点，好，就跳马出来给对方打个架，大家来稀里呼噜的对攻。好，那以就棋论棋来说，似乎不是很讲道理。好，黑方这样下不是很讲道理。好，这个多子了以后还是要稳扎稳打。好，这样下等于是给红方一个反扑的机会。好，那黑方再打个四。哦，这个棋红方平车。好，看起来应该要胜两步的。好，那最后呢，脱边以后呢，看实战来看，应该是输掉了。
好，后面后面可能这个拆取也不是很好用。好，那么大概讲到这边，好，这个结论就是选择对攻呢，黑方应该是不太好的。好，那也欢迎大家指正。好，谢谢大家。